所以我觉得来台湾，来韩国这一趟其实东西单价都不算低，可是他们真的是就是料很实在，让你吃到觉得其实吃起来比在台湾吃划算的感觉。所以来韩国一定要吃陈韵华一只鸡哦。鸡我刚刚被口水呛到之后，
总之就是这个鸡汤会让你来韩国不虚此行，这现在是我心中那个世界美食排行榜第一名。你又没有环游世界，太扯。